更近，因为第一季度的这种状态呢，实际上有很多异常。我流经了，我都是看到这个雨水都跟我们上面似的，我确认了，我看到这个今年的现在这个天了，我刚时间不是太短，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天气，我那我也很多这个雨水都是不好不冷的，没得看了。咱们现在很多那个大锅盖能吃不快，都是累死了。我们这边的大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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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边的大